Thank you.
听特别深。哇！你们是在等我的吗？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如果你告诉我的话，我很有可能会给你合一张影，甚至是跟你共进晚餐。我叫公孙可为。公孙，这个姓氏好，而且我跟这个姓氏啊特别有缘。我们得答应姓公孙。好了，你干嘛呢？哥。哥。哎，我什么也没干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可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可为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明天可要截止了。哥答应让你进观时，但咱们说好了，你要答应哥，不能靠近游泳队，因为游泳队里都是禽兽，尤其是那个司马。你都说过几百次了，我都记得了。好。绝对不够意思，是不是吗？都说咱们杰大队长狼心似铁，真没想到还能玩起金屋藏妹啊！腹肌训练不足啊！哎呀，杰队，你就直说，什么时候介绍我们认识可云妹妹啊？咋哥？可为，我是江小凡，去。去！哎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长官，干嘛呢？去！去呀！不是说好了吗？我让你念官时，你不能来游泳队的。少来！别以为我会被你坑。我怎么会坑你呢？你明明就很希望我来读官时啊，以便就近看管。现在却故意引导成我想来读官时，然后运用条件跟我交换，这不是坑我，是什么？你呀、啊，就是。所以，是我答应你来读官时，条件是，我可以随意接近游泳队。哎呀，美女先走了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可为却在人群前方处。哎，这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哎，去游泳馆欣赏我华丽的泳姿啊！好啊，一会儿我还要去见我哥哥呢。哎呦，可为妹妹，我们有话好好说，不用这样子嘛。游泳队现在缺人吗？泳队经理的职位现在是空着的，只要你能招到新人，那你就能当上泳队经理啊。可我怎么招人呢？放心啦，我一好哥们儿刚好在广播室，你去找他，让他给你发一条招人启事，不就一切都搞定了吗？接下来就靠你了，各位妹妹，我看好你哦。Thank you.
耳朵。袜子湿了吗？哎，不不不，好香的口味啊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哎呀，干嘛？好久看见没呀？后来洗好了，那不看了。从今天开始正式加入我们观石泳队。哥，你难道没有问题想问我的吗？为什么你们在演播室？你们在那干什么？你们之前不会早就认识了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哎，我来的时候为什么你们靠那么近？我来之前他没有对你做什么不好的事吧？你当我三岁小孩啊？这么担心？那能不担心吗？我不管你是三岁还是三十岁，你永远都是我妹妹。那就让我倒着回答你的问题吧。一，你来之前他没有对我怎么样。二，我不小心打翻了水，他帮我擦干，所以靠得很近。三跟四一起回答你。我不认识他，我只知道他是格致的最强新人。至于最后的两个问题，我暂时还不能回答你，除非你答应我待会儿要提出来的要求。怎么想当泳队经理啊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可是你哥。那你就是答应我了。为什么想当泳队经理？因为我想当一个能帮助哥哥的好妹妹。考虑考虑。干嘛呢？我在想，这个欧阳耀为什么突然想来观石？是不是也对可为有意思呀？也对可为有意思？你不会对可为也有意思吧？废话，可为这么可爱，谁能对他没意思？你可不能对可为下手啊！啊？为什么呀？杰队肯定不允许你们在一起的。我看呀，是你也喜欢可为吧？我才没有呢！说到这个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你早就知道杰队的妹妹是个大美女吧？瞒我这么久，你小子心机够重的。说，怎么认识的？我跟可为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哟，青梅竹马，挺有优势啊你。知道就好。那又怎么样？先说好啊，虽然我们是好朋友，但我可绝对不会把可为让给你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千万不能喜欢可为。他未嫁我未娶，凭什么呢？反正可为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油腻男。走着瞧了。
不记得我了吗？今天不就要开始训练了吗？所以我就想早点过来和你们一起去对上。哥，你打算怎么考核欧阳啊？是测时间呢，还是跟谁比赛？你好像很在意欧阳吧？虽然他上次比赛输给了哥，但就输了那么一点点而已。如果有他的加入，关氏勇队就更厉害了呀。关氏已经够强了。对，像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坚决不会用的。是吧，点队圈子饭。哎，姐妹，找我啥事啊？我想问你关于欧阳的事。说吧。怎么考核东西？留英台就行了吧？这次考的不是速度，是接力。我从不有接力，想要加入关时就得有接力。准备。还不选位置吗？上过一次，没有。不能小跳，时间差在一秒之内就算合格。那小子又孤僻又骄傲，从来不懂得配合别人，你让他怎么有接力？你小跳了，是他什么默契考核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怎么可能有默契？怎么可能通过考核？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通过考核才进入关师的，而且我也没指望你能一次通过。你有一个礼拜的练习时间，不用这么麻烦。你现在下来跟我比一场，我赢了就要入队。不好意思，这儿我说了算。你说咋办？要是欧阳通过不了我哥的考核，那关石就要痛失人才了。你哥可真是腹黑的，居然挑人家最弱的项目去考核，这不是明摆着不让人过关吗？我哥才不是这种人，要不他也不会多给欧阳一个礼拜的练习时间。就一个礼拜的时间，能练得成吗？这也是我苦恼的。我有个办法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说来听听。说，今天来这么晚，是不是跑去找可为了？关你屁事！现在欧阳被淘汰了，接下来就是你我的战争，我才不会输给你。进来，坐。这么怕疼，如果被可为看到，一定觉得你不是个男人。看吧，你比我还怕疼，你找死！找死！指挥长官，司马局长，你们在干嘛？你听见可为的声音吗？你也听到了。可为，你们俩感情真好。我们是兄弟嘛，必须的。哎，可为，你是来找你哥吗？傻孩子，可为当然是来找我的了，是不是可为？要找也找我，怎么可能找你？切切切切，
我是来找你们两个的。找我们俩？那好吧。我就在想，要抓紧时间了解一下游泳馆跟泳队的作息，比方说游泳馆几点关门啊，有哪几个出入口啊，怎么关门的，哪个门口自由出入等等之类的咨询，你们能给我介绍一下吗？当然可以哟。游泳馆平时下午6点就闭馆了，晚上想使用的话就得提前申请，钥匙统一由王叔保管。要是我有东西忘在游泳馆怎么办？侧门的锁有点故障，就算锁上了，只要角度对，还是可以从外边打开。王叔每整点会巡视一次，一般也就从大门绕到侧门，再到后门转一圈，你只要避过他的巡视时间就行。Thank you.
石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谁说你进不了关石？你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我赌上关石勇队预备经理的名义，一定让你通过我哥的考核。